他不可能成团了，这样试一下。好，试一下。我们小朋友翻车了。Oh no！ 没事，咱们自创。好，不按照传统的方法，可以，还是会好吃的。对，多加点面粉。对，我现在就是想说多加点面粉，希望可以成团。哎，应该差不多，我觉得 OK。高老师可以用这个。好好，谢谢。你觉得这种可以了吗？比颜色早到了。把这出来试试，试试熟没熟是吗？你要不要尝一尝？试吃一下，好吃吗？哇，成功了！不可以的，那还是大家做的吗？对啊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他也有做，我们一起做的。尝一下大大炸的丸子，炸好了，炸好了，午餐粉的丸子，蘸点酱，很好吃，是吧？嗯，没了，空盘。好好吃啊！对，那不错，还有那个淡淡的稻米香。对，还好有这个油。七星，你知道这个油吗？蟹甜稻原料做的，富含天然的谷维素，非常香，所以，那所以很有营养吗？非常有营养。哎，小朋友来了，小朋友，嗨，嗨，吃丸子吗？来来，快来加入我们一起吃饭吧。小朋友来，来吃个丸子。谢谢啊。好吃吗？很好吃的，大大姐姐，丸子好好吃的，丸子好好吃啊！哦，谢谢，需要翻译一下，谢谢，你得到了小朋友的夸赞，嗯，啊，你喜欢吃这个吗？这个叼着肉丸子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